他苏烈这一把真的搞了我两下，把我搞得不会了。中路这波小心点，不要直接，如果直接出去清的话，大怪会不会捆绑？没关来哟！棒，哎，我靠，苏烈直接续大招了，滑皮两路中路线我补不了。我们中路我和蓝清线手法太短了，怎么我们的清线速度太慢了？完了，被这苏烈克制了。这苏烈追谁锤谁，我靠！完了，这苏烈怎么办？现在最难处理的就是这个苏烈。这苏烈想打谁就打谁，他能把任何人秒了，我靠！小飞官来了，滑皮又是他，背都没了。姜还是老的辣，又是这个人。滑皮太远了，苏烈这个东西真恶心啊，被他打两下真的是。